在索契夺冠后，怀斯并没有延续出色的成绩，因为他的状态有所下滑，随后是一连串的伤病。然而这位美国人在为2018年平昌冬奥会做准备时恢复了最佳状态，在阿斯彭赢得了第四个 X Games 冠军，这是他自2014年以来在该赛事中的首次胜利。